哎，我的肉肉，将楼下艾特一个谜，牛肉，牛肉膜，牛肉在这边吃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，有要用好了，蘑菇在桌上，我自己拿一个，哇，你们的锅子怎么不见了？只有这边可以送菜哦。对。对。哎、欸，人在哪？没有啊，照顺序应该不用了吧？不用，这不用顺序。哎、欸，啥个米？有米，我被米五米不？五米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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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来了来了，哦。鸡肉，几个盘子哦。好，直接放卷饼上。哎、欸，绕回。放米，放米，放米。干！哎、欸、干！很烦啦、啊，这盘子怎么办？可以。这可以送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可以拿个盘子吗？顺时针跑啊，顺时针跑啊，顺时针跑。哎、欸，断、欸、了是不是？为什么换我断线啊？你断线我就全断了。呀，这怎么破烂啊？没有刚开始玩啊，舌头我们玩好一段时间了。小舌头哈，弄安呢？弟弟，你指定那样打他判不到哦。那把后面删掉就好了。对，只能上后面，要不然就是把它合起来。不要合起来，合起来太长了，不好记。因为之前不会啊，之前可以。不行，他现在都不行。因为我应该不是网络问题，我剑灵还好好的啊。你开着剑灵哦？你干嘛开着剑灵啊？不会卡？你要想到我们呢、啊？网络会被抢走啊！啊？给我关掉！游戏会抢你的网络，你懂吗？给我关掉！两个游戏都是网络游戏。可是我的，好，关掉。不就不就？好了好了，那你的你在霸占我的。霸占我的滑鼠垫。哎、欸，啊，繁星没在线啊。我没在线。对啊。要不要我敲你？好啊。传送信息。哎、欸，我不能传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断线了？没有啊，有了有了。Chico 也不在。啊，我也在啊。Why？ 哎、欸，我的也断线了。这不是我的问题吼！我那天半夜跟他们玩，我也是剑灵开着啊。一定是游戏问我好好奇我在切什么，最近的，对啊，等待画面不知道切什么，就可以消失的。我再重开始定，他看玩家设定，看档案哦，哪里？怎么查看玩家设定？就是点那个、啊、右下可以点人。可以去看他死定的哦，负能量小秘书，嘿嘿，咚咚咚咚咚，看我切布啊，然后洗，洗来洗去都同一个盘子呀，洗最干净哎。
这关好难。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我是黄色。老板，你上靠北实况了。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是不是很好笑？红色，你去看就好笑的哦。可以给我蘑菇吗？我在弄了。蘑菇在你那边。六六。切一个牛，一个鸡，一个牛。咚咚咚！我要米，不要走。一边啊，有过就过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捡到就好了。问题是我是想要拿好的牌子去装 啊小姐。然后你旁边有牌子为什么不用？哎，刚那个谁差点把我撞下去，是妈妈咪呀、啊！那个笔，那个笔，不会下去啦，我自己会下去啦。我不白，再给一个肌肉，再。我来洗盘，一个牛肉，再一个牛肉，别牛肉在桌上。哎，有没有盘子？对不起，盘子跟我一起掉下去。接过。我啊。我洗。不要。不是。重来了啦。妈，还没，还没，有扣分吗？扣分再重来啊。好，扣分再重。笑！哦，哎，我一个班挤回去、欸，哎，这里有一个肉饼都没有那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完了！烧起来，赶快拿一个。潘潘，绿色，啊，你这边，啊，是不是扣分了？失败了，扣分了，重来。滑下去，因为倒数一分钟，起码要500分。天哪！对。然后最容易、最长就是锅子的谜，会没有人弄。啊、哦，我走错边，对不起。我去切鸡肉，切蘑菇。你，哇！哇，你手不会烫啊？还我。有了，进去啊！好。李黎接饭。饭被哎、欸，你拿那个。哦，你们饭弄一下、哦，因为刚刚这边有火。哎，不要抢我的锅子！不是你锅子放上面，一个放上面。他怎么都挡这里啊？我回溯了。而且为什么我在左边，我要去右边呢、啊？很好，没有那个他那个叫什么卷饼，在李黎那边，上面的那个肉好了，上面肉好了，上面牛肉好了，姑姑也好了。对不起，结果哎、欸，你把我的捆不是啦，你啦，有盘子吗？有下面，等下这个你们那里都有了，就喷一下。哎、欸，姑姑在倒了，哇！有没有盘子啊？再写，等一下。好，结果。哎呦喂，烧起来了，可以。鸡肉。鸡肉有鸡肉吗？哇、啊，过去了，鸡肉过去了。在煎了。鸡肉蘑菇。哇，没了。等一下几分？可以，还可以。现在四百叫。啊！等一下。那个盘子，我来了，好吗？上菜，盘子好了，哎、啊、干，过，我要鸡肉，没切，来，地上，
那个米好了。不要你还是不要逆向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接到空盘，我要空盘，没有空盘，因为你全部都放那个了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黄色走开。嗯，扣他几分啊？800。我们才一颗星，这是凯文的吧？对，不是。可是这比较像凯文。我们昨天这边也卡了一个多小时吧？对吧？怕。诶？没有，只要有玩过就可以啊，只看你要不要三星而已啊。都顺时针走呗。我只咪，鸡鸡在帮我丢卷饼在这个输送带上。完了，你又断了。烧不捡不到肉啦，过去你们那里捡的。好。哎、欸，哦，为什么会卡？啊、你要干嘛？那个有米吗？米在对面，米在对面。好来了，过去了啊，看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煎东西？说要顺时针吗？我没有要过去你那边。你为什么不来我这边？我为什么要过去你那里？我出不……哎、欸，我出来了。哦，不要这个。走开，绿色。不是啊，你要干嘛？我要让你过啊！锅子回去翻。我让你过哎、欸。你离这房里面。接过，接过。你放饭哎，蘑菇你要放哪？放进去了。对啊，然后拿去送。放米哦。来了来了，我要那个肉肉哦，圆掉去。来喽，圆肉吗？好的盘子在上面，牛肉在上面，牛肉在上面，盘子好了。蘑菇啊，你弄掉了，好吧，可以。你胡子呢？可以给我蘑菇吗？蘑菇上面的，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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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色红色，你离上去啊！好，左上左上。啊、蘑菇拿不到，哎、欸，拿得到，烧起来了饭，没有米，你们怎么不给李黎米？捡到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米掉下去了，所以可以再给我一个就好了。哦，我看，哎、欸，我没有这个。哇！有盘子吗？好了，洗好了。欸、不要撞我，走开！走不要逆向啊！差一点点，多一百啊！很严格哦。
这游戏真严格。谁啊？怎么样啊？我还是不习惯用加速，我怕掉下去。哇，蘑菇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谢谢。丢过去了。你干嘛丢啊？啊，蘑菇没切啊！我要捡回来自己切。结果九颗。你我。哎，谁把鸡都放这里？我断线了。重来吧。天啊！各种招，你把精灵关掉吧。我已经关掉啦。哇，那是什么问题？这是游戏问题，已经不是网络问题了吧？好，好，还是换人开。可是换人开，我就没这一关喽。我的进度很前面哦。这是你的进度哦。重开。秀秀玩到哪？这一关有过。你们还是你们换秀秀？啊！换秀秀开，然后你们玩。欸、我秀秀，哎、欸，秀是吃小鱼的进度。什么意思？昨天是小鱼开的。欸、小鱼嘞？啊？小鱼你开。欸叫我，叫你呀、啊，你叫那个什么声音？小鱼换你开，我开吗？嗯，可是我只能玩一下下，我明天早班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他需要休息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跟熊猫玩吗？好，那我一个人可以选熊猫吗？你是要人选熊猫，还是你想跟秀玩？我只是想有人选熊猫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叫熊猫做事。就你是其实想要叫本人？我要播你昨天惨叫的声音。傻眼，太好笑了。闭嘴。给满分。不许。这里哦。杰帅当铃声哦。谁当铃声？你啊。我没当铃声啊。我传到 YouTube 上面啊，不知道我有看到啥、啊？对啊，他说什么在新游戏加州厨房任力争挑战跟我也看不懂啊，然后新模式，他说有第四颗星哎、欸，对，可是我们刚刚有偷偷玩了第一关，可是没有感觉，我们已经1000多分也没有。请问我要谁？哇。不要怎样，不要理。就跟我说很想我，可是我赖他，他说都不理。哇靠！你要不要打开你的赖？哇靠！你怎么这么丑？谁怎么？我靠！我真的好丑哦！我要选一个可爱的角色。为什么不选这个？那个、等一下，这个还没冷。还没冷气，嘿嘿，所以没冷氣。你好有年代感呢，九口。哎呀，你自己把还没冷气开很久吗？一个半小时了。蓝色是谁？我吧。等一下，改名字、啊。我是最后一个。你不想最后一个吗？没关系。红色九哦，不用啊，他不要最后一个换一下。没有啊，不用啊，这样还要出去，多麻烦啊！没有按 ES 是可以看颜色，谁是谁？北七哦，就在改的哈。好凶哦！哎、欸，所以我没有过这关哦。
有过。好，来吧，可以了。你们确定吗？哎、啊，你就听话啊！我听话，我嘴老都听话。不要逆向啊、哦！什么逆向？他顺，他运输带又顺时钟哈、哦。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是谁啊？我是红色。我是谁？一。哎哎，对不起。贝贝贝。贝贝贝，哎，想用底加。啊，无鸡腿呀、啊。我啃过啊，啃你头壳啦！无，我啃过啊。蘑菇找到了。我啃到顶，我要卷饼，谢谢。好，进来了。我卷饼来了，在那边。好。嗯，在牛肉。米饭，米饭，米饭，米米米饭。那边锅子没有米饭。别别别！我在弄了，我在弄了，你不要催我。我没有催你，我只是说哦，烧一下，你要重来。随便你们啊。小优来开，我没有，我不会玩这游戏，我这游戏很烂，他们都说我很失控。可是昨天是水手在，所以显得我比较正常。好啦，拿盘子啊。哎、欸，他被我来击了、欸，丢不中。但是他先我。哎哎，为什么要击我？因为你香菇、蘑菇嘞。切一下，谢谢。切了，切了，切了。丢，好做的好。戴蘑。饭饭饭饭饭。饭在你那边，饭在你那边。怎么啦？我放地上而已啊。不不不，没有你的肉放在。放地上而已，我上面。这边我觉得你在我们这边了，就是 Joko 哦来了，不是 Joko 了，不是 Joko， 我知道你不是 Joko 了，现在那个肉咋啦？就拿回来贴起来没？啊完了！不要你下！我是拿东西，我被火烫出去啊！烧起来了，重来。什么菜单？香菇，香菇鸡，谢谢，都在你们那边，快点，鸡肉，再丢了。再丢吗？哟，多切几个放着。卷饼，谢谢。来了来了。好的。你谢谢。好。哎、欸，拿起来，蘑菇拿起来，蘑菇拿起来。哎、欸，我拿。中饭。哇，这个没有米，对啊。咪咪咪，你拿一下，你拿一下。好烫哦！等一下，能气耶，加油，能气，能气的，能气叫怪，给鬼给怪，能气，能气别冲，我洗碗，我洗碗，我洗盘子，我洗盘子。那个送好，为什么不送？结果下面你送啊，没盘子啊，洗的。结果下面那个盘子啊，结果结果结果，那个我不知道谁放的、啊，没有盘子哦，有啊，把这放这。我说我装的，借过，我去拿盘子。为什么要装我？我说过不要逆向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我说不要逆向，被骂了吧？怎样？我要超速哦！现在没有鸡，要切鸡了，要切鸡了，没有鸡，没有鸡。在你们那，在你们那。要过去你们那了，丢过来。哦，我去拿那个米。所以有没有切鸡？还没切，再丢一个鸡过来。漏漏漏漏漏！哎、欸、嘿嘿，他撞到锅子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拿不起来。放掉啊！再按一次啊！下面呢？哎、欸，跑掉了。完了，扣分了。扣分了。一分，一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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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一点点。鸡肉，鸡肉，
你要啊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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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扣，不行了，扣六十分了。重来。你干嘛攀我的脚？啊，等一下，都你们那边的，都你们那边的，都左边的，我边的丢丢东西过来。给我蘑菇。过去了。好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丢歪的话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用。香菇要啊。要多啊。不是啦，鸡好看啊！我靠，为什么鸡在我们这里啊？不是啦，刚刚有重复哦。等下等等，我要拿饭。你们为什么？原定向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在定向。那、啊、你自己定向，叫人家不要定向吗？对，鸡肉。空盘，谢谢。啊过去了，天哪！你装那个人，结果、哦、我被撞，我被撞过来了。等下等下，我放着，我放这个，等下煮哦。米没有米，没有米。我有空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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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久空啊？我倒掉。对对对，这边。啊，米掉了，米掉了。哎、欸，我回溯。天哪、啊！怎么有个锅子不见了？掉下去啦、啊？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盘子上菜上菜，那什么缺牛肉？鸡都缺都缺鸡，菇鸡没有鸡了没有鸡了，菇跟牛菇跟牛。我丢给我。菇牛，牛在你桌上有一个可以弄啊，你为什么不走？看看对面的没丢过来啊！等一下，我丢米。空盘子。没有空盘子。我在洗。可以丢，我丢。野了、欸，中错了。错了。我想会有鸡肉。居民在这里。哎、欸。这有钱我送了，我送了，菇送了，还要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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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在那。我等一下拿着去。